叫阿宝，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，不止做过一份工。我曾经做过铁路助理，现在我是一名香港警察。两份工作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可以为不同的人解决困难。或者你会问我为什么选择做警察，就是多了一份执法的使命感。虽然不是每位市民都理解我工作背后的使命，但是我坚信总会有人了解、欣赏，总会有人明白。这一份信念存在在30,000名香港警察心里面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希望可以在这个岗位捍卫香港、保护这个家，请立刻考。